20:33，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的，首先来关注两罐凉茶的纠纷。多年以来，从这个商标之争、包装之争，再到后来的广告之争，王老吉和加多宝这两罐凉茶的纠纷可以说一直在持续。是的，而就在昨天晚上，加多宝和王老吉一项长达5年之久的广告纠纷落下帷幕。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呢分别发布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加多宝立即停止使用相关广告词，并且赔偿广药集团100万元。那么对于加多宝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等相关广告，则判决其不构成虚假宣传。那么，对于这两罐凉茶，消费者又是怎样的态度呢？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超市的茶类饮料货架看到，加多宝凉茶没有额外张贴广告语的宣传，而一些消费者表示，作为普通消费者，他们对这两个凉茶品牌并没有特别的偏好。喝过两个牌子，口感它们相差不是很多。我作为一个外行，喝不出来区别，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差别。那我可能在超市里面遇到哪一个品牌，我可能就买哪一个。而从货架上摆放的罐体可以看出，王老吉和加多宝的包装样式趋同，一一对应的包装，不细看基本分不清是哪个品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比较看重价格。目前我们卖的比较多的是王老吉品牌，是王老吉做特价的频次呀，要大于加多宝凉茶，所以对于顾客来讲，它肯定是价格优先嘛。在深圳，记者走访了多家超市，发现，在饮料区，王老吉和加多宝占据的货架份额基本相当，两种凉茶的价格也相差无几。310毫升的加多宝罐装凉茶和310毫升的王老吉罐装凉茶价格均为3.99元。而250毫升的盒装加多宝则略贵于同规格的王老吉。我们现在大概有10几种凉茶吧，主体上是以王老吉跟加多宝为主，他们两个其实销售也差不多，很正常。事实上，近几年就在王老吉和加多宝纷争不断的同时，我国的凉茶市场增速却在逐渐放缓。有数据显示，2011至2015年，中国凉茶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速为12.34%。而2016年则已经降至个位数，同时新饮品更是层出不穷，抢夺市场，比如何其正、潘高寿等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对此，一些消费者认为，购买凉茶其实大家更看重的是口感和价格，两家公司还是应该做好产品，打官司可能只会伤害品牌的价值。不知道，没必要吧，就都卖就行了。看他们两方的态度，如果有一方就是会太恶劣，就可能会影响到吧。那么数据显示呢，2017年凉茶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578亿元，而王老吉和加多宝更是占据了其中的大多数，可以说还是两强之争。那么对于昨天的判决，两家公司会有怎样的回应呢？今天记者联系到了广药集团，不过对方拒绝了采访，并表示纠纷案件以公告内容为准。之后，记者又联系到加多宝集团，对方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认为，加多宝使用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等与改名相关的广告语，并不构成虚假宣传行为。公司对这一结果表示完全支持。因为在2012年5月9号吧，我们收到这个仲裁的结果，被迫需要。将原来加多宝经营的红罐王老吉需要做出停止使用王老吉商标。那在这个一个事实已经既定事实的背景下的话，我们要把这一罐凉茶改名为加多宝的这个真实客观的事实，要告诉整个全国的消费者。我觉得这个是对保障整个消费者的知情权的合法权益。此外，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武汉加多宝立即停用中国每卖10罐凉茶、7罐加多宝等广告语，并赔偿广药集团、王老吉大健康公司共计100万元的结果，加多宝也表示完全支持。不过，谈到近几年和王老吉的官司风波，李春林表示，这几年的案件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对企业的员工和上下游相关企业都有影响，对我们这么多不利的负面的这个影响，我们要不断来在应对，来在不断处理。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市场一定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影响。对此，业内专家指出，凉茶企业要想把市场做好，还是应该通过合法的竞争来共同进步。谁做出的贡献应该归谁，是吧？这一点是必须要坚持。另外，我们还是希望呢，就是能够取得一个双赢的结果，并不是说企业之间的竞争必须是你死我活的，是吧？那么，如果企业通过合法的竞争，大家共同的来取得进步，那不是更好一些吗？事实上，除了昨天晚间广药白云山公告的三宗虚假宣传纠纷案件尘埃落定，王老吉与加多宝之间涉及合同履行、商标纠纷、不正当竞争等等诉讼还有很多。那么，这次最高法的判定会对未来两家企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在此次最高法的判决中，加多宝原本需要承担的赔偿金额从900万元降至100万元。而另外两宗虚假宣传纠纷案件，原来对加多宝累计赔偿1121万元的判决，也在最高法院再审的过程中被撤销。对此，法律专家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是在综合考虑两家各方面的情况后进行的裁决。最高院呢，在作出判决的时候呢，是综合考虑了这两家公司他们的历史渊源，以及呢两家公司在品牌、商标、装潢以及市场竞争过程当中的这个各自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以及相互之间的这种矛盾纠纷，综合考虑做出的这样一个裁决。不过，尽管这三起虚假宣传纠纷案件的赔偿金额从2000万降到了100万，但悬在加多宝头上另外14.4亿赔偿仍然未有定论。2012年5月期间，王老吉在状告加多宝侵犯王老吉商标权的一审中胜诉。今年7月1日，最高院裁定撤销14.4亿元商标侵权赔偿的一审判决，并将此案发回广东高院重审。现在呢，最高法是发回了广东省高院进行重审。那么在这一次重审之后，广东省高院会做出一个一审的民事判决书。如果广药集团或者加多宝对这个判决仍然不服的话，还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上诉。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在昨天召开的国常会上，提出了多项举措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国常会刚发完话，央行就放了大招。在今天上午，央行表示说，将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的形成机制。那么，对于市场来说，完善 LPR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目前，国内市场实行的是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双轨制。商业银行的贷款报价主要参考贷款的基准利率。专家表示，尽管当前的市场利率明显下降，但是贷款利率并没有相应回落，因此实体经济对融资成本下降的感受并不明显。这次的改革呢，就是将它跟贷款基准利率脱钩，而是跟公开市场操作利率挂钩，加点的方式来形成一个新的。这个 LPR 利率可以更好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可以更好的反映市场利率的水平。虽然此次报价机制的调整根本意义是推动利率市场化，但由于现阶段市场利率低于贷款基准利率，所以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变相的降息。而因为新的 LPR 只应用于8月20号之后的新增贷款。专家表示，此次调整并不是一次大水漫灌式的降息。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还有一些这个民营企业以及中小微企业，他们因为在这个贷款的新增信贷投放中的占比比较大，所以如果说新增的这个贷款利率降低，他们能够享受更大的政策优惠。专家表示，除了改变报价机制，还需要金融机构发挥作用，降低担保费、评估费等中介费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增 ，GDP 同比增长6.3%，交出了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今天开幕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发布了2019年上半年的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我们来看看。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的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那么这个指数呢，达到了56.88分，也是2015年上半年以来的新高。2019年上半年发展信心指数得分为 56.88 分，和2018年下半年的 52.69 分相比，反弹明显。让企业家信心大幅反弹的主要因素是，上半年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得分较高。政府层面深入反腐，在基层呢扫黑除恶，在商业界呢弘扬企业家精神。给企业家带来信心的还有政策环境的改变。 政策环境指标今年上半年得分为 57.802 分，比2018年下半年提升 10.3%。那么使企业实实在在得到一定的好处。拿我们企业来讲，可能今年我们算了一下，可能会减税，降费，我们可能会减3亿多，减少3亿多，这也是个不小的数。中国经济发展最困难的阶段正在过去，大家敢投资，愿意来。 投资，未来的话呢，我相信随着整个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民间的投资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此外，调查结果显示，59.2%的企业家认为科创板的设立将促进企业加大创新力度；79%的企业家认为外商投资法将进一步增加我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 我们至少看到了大飞机的机会啊，C919、AIG-21啊，这个飞机的互联的机会啊上，我们也看到了地铁每年有几十条地铁在开工在建造啊，所以加在一起呢，我们认为在这里每年都有几十亿、上百亿的机会。 香港旅游业议会日前联合多个香港旅游界团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近日发生在香港国际机场的袭击内地记者和旅客的极端暴力事件。声明说，非法集会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严重损害香港以及旅游业声誉，香港旅游业界绝对不能接受，并强烈谴责殴打内地旅客和内地记者的行为。 受香港各种暴力事件影响，全球多国对香港旅游发出警告。据初步统计，赴港旅游的游客数量持续大幅缩减，香港旅游业遭受重创。其实我们留意到，就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团体的旅客的取消已经超过50%，自由行的数字我们也看到有超过30%的下降，但这也已经算是8月份的事情。 9月份往后的订单，我们也看不到有很多新的订单。旅游行业连带的其他相关的，像酒店啊、零售啊、饮食啊这几方面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啊。从6月份开始呢，实际上很多的团队都已经取消了。前几天机场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呢，伤透我们同胞的心，伤透我们香港人的心啊，因为这些人不代表我们的。 我也有些做餐厅的朋友，我昨天去看他们的时候，他说这个生意呢都差不多少了一半。我们有差不多80%的导游，在这2个月都已经零收入了。受机场航班停运影响，航空物流业也遭受重大影响。业内人士认为，机场暴力事件让香港这一国际主要航空枢纽的形象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那有统计说。 香港如果这个停飞1天，货运方面的损失，货值的损失100个亿。昨天上午7点，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双阳河左侧的腹堤出现了决口，险情发生之后呢，当地立即对堤坝进行抢修。那么有关决口险情的处置情况，来看记者稍早之前发回的报道。 这个汛期呢，吉林和黑龙江和辽宁的情况并不一样，它是有一个比较长的降雨期，但是呢，局地的大暴雨呢出现在不同的地域，并没有特别集中的一个灾情出现。那么直到今天呢，现在我们看到在长春市的双阳区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城市内涝的情况。那么主要的险情呢，其实在14号的上午8点就出现了，在双阳河的大龙段右岸是出现了一个决口，长度大概是30米左右。 左右，淹没农田370公顷，在15号的18点呢，有一个低洼点呢也出现了内涝，在16号的上午，双阳河左侧的腹堤出现了决口，大概长度是16米左右。主堤呢，这两天是出现了3处管涌，腹堤呢是有漫堤的情况。险情出现之后呢，当地是组织了500多个人对堤坝进行了抢修，通过对管涌处进行疏堵，主堤管涌险情基本消除了。那么在今天的凌晨3点，降雨量是持续加大的，危及了2个水库的大坝的安全。在对这2个水库实施放流之后，双阳河水位上升，加之城区河道疏浚情况不理想，所以才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城区出现多处内涝的情况。截止到今天上午的7点，全区的受灾农田面积是约4500公顷，民房呢大概有1000多栋，转移人口大概是5500多人，涉及48个行政村。目前在双阳区是设置了18个安置点。 昨天下午，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突发疑似龙卷风天气，造成了6人轻伤，3个小区受损严重。那么目前呢，当地仍然在进行救援安置以及房屋设施的修复工作。8月16号下午，在辽宁省营口市老边区营大公路北线突发强风，目前推测疑似形成龙卷风。据初步调查，强风能量体从稻田地产生，路线从营大公路北线。 经秦井洋房小区南移至老边区交通局家属楼后，能量体消失。据初步统计，此次突发强风造成轻伤6人，已全部送医；3个小区受损严重，约200户居民窗户、楼顶热水器、车辆等设施受损。吹断、倾斜受损树木约80余棵，目前树木已清理完毕，受灾群众已得到妥善安置。街道办事处正逐户入户调查。 并紧急调配施工队伍，对受损门窗、屋顶等设施进行修复。目前，受损门窗已在修复之中，经济损失正在核实统计当中。一头绑着孩子，一头绑着家长，一种所谓的“遛娃神器”呢，是受到了很多家长的欢迎。不过呢，这种原本用来保护孩子的工具，在某些场合也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危险。那么最近呢，在深圳和南宁等地就发生了因为“遛娃神器”出现的险情。 近日，深圳的一对父母带着2个孩子坐地铁，并把5岁的姐姐和3岁的弟弟用牵引绳给拴了起来。结果，姐姐先跑进了车厢，弟弟还没来得及上车，地铁就关门发车了，弟弟只能在站台上奔跑。跟着车跑了一截之后，绳子被拉断了，所以就可能也是被吓到了，就在现场哭。我就当时在安抚乘客。 类似的险情在南宁地铁也曾发生。7月25号，在广西南宁地铁3号线金湖广场站，地铁即将关门驶离站台时，一名儿童突然冲下了列车，来不及下车的妈妈被关在了车内，2人之间的牵引绳被屏蔽门和车门夹住。所幸在列车开动前，地铁司机发现并及时打开了车门。我们了解到呢，市面上这些“遛娃神器”通常会做到1.5米。 左右长，也就是在这个长度。它们大多呢又是采用比较坚韧的这个材质而制作成的，所以说它们的这个直径一般也比较细，会有2毫米左右那么丁点儿。这也就是说，这个直径不太容易被我们这个车门和屏蔽门识别。那么屏蔽门的这个检测的厚度呢设为5毫米，所以这个由于这个安全绳的这个过小。 这个目前的这个地铁设备呢，是暂时是无法这个探测到。对于儿童牵引绳的安全性，不少家长也表示了担忧。主要是说牵引绳也好，也不好啊，那么多路人，你绊到其他人也不好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手牵手好。牵引绳的话，也要看在什么场合吧。 好，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呢，喜欢网购的朋友要注意了。当你收到一份99元货到付款的快递的时候，你会马上付款收货吗？最近呢，南京的一位消费者在收货之后发现被骗，并且选择了报警，而这背后竟然牵出的是一个涉案上千万元的犯罪团伙。今年7月，南京的刘女士报警称，女儿替她签收了一份99元货到付款包裹。 在付钱后，他发现包裹里的东西竟然是一个看上去价值仅有几元钱的劣质灯，而事实上，刘女士并没有下过单。而更加令她惊讶的是，包裹上的个人信息完全和她本人相符。南京警方随后从快递揽件员开始入手调查。揽件方是河南郑州高新园区的一个德邦快递的营业部，依据这个南京人这个姓名啊，我们找到了德邦在当地的科技园营业部，然后呢也找到这个快递员。 据涉案的几名快递员交代，在诈骗过程中，他们主要负责窃取所供职的德邦快递用户数据，然后再把数据提供给郑州一米电商公司的老板郑某，而郑某则负责发货。为了窃取用户信息，快递员刘某还说动了德邦快递河南郑州营业部的3个区域经理。他们几个区经理为了增加自己营业部的发货量，后来主动提供了自己的账号密码，供这个刘某用来窃取。 为提高诈骗的成功率，电商老板郑某还会对用户信息进行筛选，选择平时网购量大、同时喜欢货到付款的用户。这家一米公司呢，对这个数据啊进行清洗，然后呢留下一些他认为有用的数据，进行所谓的盲发。由于发货量巨大，最后快递员刘某竟然把存有全国用户信息的单位电脑直接搬进了郑某的办公室。快递员骆某把快递公司的货车直接开到了郑某仓库，这样。 快递单打印后，可以马上贴在装有伪劣产品的包裹上，并直接寄出。初步核算，他们的获利啊，就是这个案值啊，应该是超过1200万，被侵犯的公民个人信息这个数量总数啊，应该不少于50万。目前，包括德邦快递6名员工在内的1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在案件发生之后，德邦快递也表示说将会进行自查，同时呢将会引以为戒，加强监管，避免寄递行业沦为网络犯罪的一个重灾区。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羊奶价格啊。羊奶呢，因为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吸收，近年来呢是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市场需求激增，也是让不少的奶山羊养殖户呢扩大了养殖规模。不过在最近，在我国奶山羊的主产地陕西，有一些养殖户。 却在出售自家的奶山羊，有的羊甚至被当作肉羊来出售，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家住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的李海军是一名羊肉商贩，每天他都会到附近的村里去收羊。这天听说孙村有人想把自家的奶山羊全部卖掉，李海军一早就赶了过去。 我好好的，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害怕啥嘛？他只要好了，最后拉走就完了嘛。你我就说，你到最后可不能给我把丢好。这全部，这就是24只大羊全部卖掉，一口价36500。他就不想养了嘛，没利润。养殖户范新愿告诉记者，变卖奶山羊主要是因为羊奶不赚钱了。去年1公斤羊奶的价格最高达到了10块钱。 而今年却一度降到了4块钱，6块钱1公斤。后来呢？后来人家都涨4块钱1公斤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哎呀，这都2个月了，不赚钱，把饲料一包，可是1个月能挣60块钱。而一些规模较大的养殖场，因为可以享受羊乳企业的直接收购价，因此1公斤羊奶可以卖到6.3元。 但由于今年的养殖成本上升，养殖场的利润空间也被压缩了不少。今年的苜蓿是2600一吨嘛，去年是2100一吨，饲料也涨价了，基本上每公斤奶的成本就在5.7到5.8。1个羊1000产2公斤半奶的话，1只羊每天只能赚5毛钱。 我们看到去年1公斤羊奶的收购价格最高达到10块钱，而在今年呢最低的时候却只能到4块钱。那么这样的反差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继续来看。郭红星是一家羊奶粉生产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去年初我国开始对婴幼儿配方奶粉实行注册制，不少乳企开始大量囤积羊奶，推出新的羊奶粉产品，抢占市场份额。 这就使得羊奶出现了供需紧张的局面，价格也就一路涨了上去。因为是这个新制测的啊，配方是不跟原先的这个基本配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这个要，根据市场需要诚信生产啊，诚信要提成收来，这个价格很高。除了国内企业纷纷布局羊奶粉市场，国外乳企的热情也在提高。 一些还没有拿到注册制准入证的进口奶粉，更是纷纷通过跨境电商等渠道加大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由于去年的价格过高，导致的我们现在的终端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引来了大量国际市场的羊奶粉涌入中国市场。而今年以来，随着市场的逐步饱和，部分奶企的需求也开始放缓。最近，他们平均每天收奶约80吨左右，同比下降了10%，羊奶价格出现下行。刚开年1天要15吨，3那个吧，4到4吨了。现在我们那个利润就是3毛钱。市场这个一个是回归到理性的方面，就是市场也该破的破完了。 刚刚我们看到，在生产端，国内奶企布局放缓，又有大量的国际品牌涌入，导致竞争加剧，羊奶价格下跌。那么在消费端又是怎样的情形呢？继续来看，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母婴用品零售店，10多排售卖婴儿配方奶粉的货架中，羊奶粉约占1/10，是3款国产的品牌，其中1款的1段、2段羊奶粉在做促销，每桶的价格是268元。 比原价便宜了近100元，而在另一家超市，记者发现，成人以及婴儿乳品区售卖羊奶粉的产品也并不多，成人奶粉只有1款进口品牌在售，婴儿配方粉的区域，羊奶粉只有2、3款，其中1款进口羊奶粉的2段、3段产品正在促销，不止买6赠1，还加送手推车。会员日的时候8折的基础上，完再6赠1，羊奶好是最接近母乳。 记者从多个羊奶粉销售企业了解到，今年羊奶粉的出厂价变化不大，但他们的销售增速却一直在下降。去年同期，5月份到6月份应该是卖的最好的季节，一个店最少能卖8万到10万，但今年最多可能只能卖到4万到5万。今年的话，因为去年被压过库存嘛，然后今年在采购的时候就控制咱们的库存。业内人士分析。 羊奶粉的销量增速预计今年会下降10%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去年我国新生儿出生率有所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出生人口1523万人，较2017年减少约200万，为连续第2年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端的消费需求。2019年的奶粉的总的消费量的话，大概是比2018年。 下滑11%，从100万吨，基本上下滑到了90万吨左右。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从企业经营业绩来看的话，主要是由于市场集中度提升，大型企业加快了对于渠道的这个布局和产品铺货，导致大量的中小品牌和中小企业业绩大幅下滑。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16号下午，美国多个国际机场的海关电脑系统发生了故障，这也导致了大量的旅客无法正常办理入境手续，在机场大排长龙。16号下午，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洛杉矶国际机场等多个国际机场，海关电脑系统突然停止运行，国际旅客入境过程十分缓慢。 在一些机场，由于国际航班持续抵达，排队等待入境旅客不断增多。Well, I'm actually waiting to pick up an artist that's coming here for a show tonight. So he was supposed to be here like at 3, so I was here before that. But I mean, I'm waiting here until he comes out. We landed about 2:15, and we just got out, and it is 5:15.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海关电脑系统出现故障，已启用替代程序办理国际旅客入境手续。 美国国内航班乘客没有受到影响。事故发生约3小时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又表示，海关电脑系统正在重新恢复运行，并为国际旅客办理入境手续。该部门将继续进行故障监测，目前没有迹象显示故障系蓄意造成。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平均每天需要处理35.8万位国际旅客和机组人员的数据。 据路透社报道，这不是美国机场海关电脑系统第一次出现问题，在2017年1月就发生过类似事件。距离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已经过去了8年多的时间。近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说，用于储存福岛核电站核污水的储水罐，最快呢将会在2022年夏季储满。有专家就提出可以考虑把核污水排放入海，但是遭到了广泛的反对。 据统计，福岛核电站目前平均每天产生污水约170吨，截至今年7月，共计已储存超过115万吨。对于现有储水罐储满后如何处理新的核污水问题，日本国内部分专家提出，可以考虑将核污水净化稀释后排入海洋。专家指出，核污水净化后主要残留的放射性物质氚元素对人体和海洋环境的影响较小，但反对意见认为。只要净化无法使放射性物质降至零，就不宜排放。生活への影響がないような形で処分をするということは大前提として考えています。復興が一番最優先に考えられるはずで、処理をするために漁業の再生とか農業の再生が犠牲にな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う。 2011年核泄漏事故发生前，福岛县沿海年均水产捕捞量超过3万吨，直到去年，当地水产捕捞量才恢复到原先的1成左右。如今，福岛县于市场内的各类水产每天要进行放射性物质检查，合格后才能上市。对于可能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方案，当地渔业协会和渔民们也都明确表示反对。 ここで潜水に流されるとまた風評ということで、これまでの努力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由于核污水排放入海的意见遭到强烈反对，目前在核电站附近继续增设储水罐的方案也已经展开讨论。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今天，福建、浙江等多地海关、海警、公安部门在闽东舟山附近海域以及福州、宁波等多地同步开展成品油走私集中收网行动。截至目前，打掉6个专业化走私犯罪团伙，查证走私成品油20多万吨，案值高达15亿元。北京警方通报，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500多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多名，其中相对突出的手段有贷款、代办信用卡类诈骗、刷单类诈骗、冒充公检法类诈骗、虚假购物消费诈骗、冒充购物客服退款诈骗等。为吸引人才，杭州市将在未来3年对来杭工作的全球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业生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表示，内蒙古目前已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计划到2019年底，全区公共机构垃圾分类覆盖面不低于50%，明年实现全覆盖。今天凌晨，中国警方从巴西圣保罗将潜逃10年的涉黑犯罪嫌疑人黄某引渡回国，这是巴西首次向我国引渡犯罪嫌疑人。 韩国环境部16号说，将对从日本等国进口的废旧塑料、轮胎和电池加强辐射检查，频率从每季度1次提高到每月1次。有媒体分析认为，韩国此举很可能是在报复日本近期针对韩国的出口管制。美国亚拉巴马州立大学附近一个商店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3人受伤。 警方介绍，死亡人员年龄分别为24岁和21岁，其中有1名学生。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16号发表国情咨文，正式提议将首都从雅加达迁至加里曼丹岛，但维多多没有提及新首都的确切位置。近日，电影《007》中詹姆斯·邦德的座驾第1代邦德汽车样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被拍卖。 拍卖行称，包括手续费在内，这辆汽车共拍出了64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500万元的价格。法国第25届双胞胎节近日拉开大幕，来自当地和世界1500对双胞胎乃至多胞胎欢聚一堂，为感受自己人的氛围，不同年龄层的多胞胎们会一起聚餐、玩游戏、跳舞、互换礼物等。 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最近，韩国首尔市汉江公园开放了水上电影院，观众们可以坐在游泳圈或者是浮床上，一边享受凉风，一边观看电影。